王子的踪迹。现在我们的经理带着我们所有的嘉宾要去一连串的搜寻动作，他们左瞧瞧右瞧瞧，左看看右看看，各位亲爱的嘉宾也帮忙帮我们寻找刚才掉落山谷的王子到底跑去哪里了。我们找到我们的王子才能够救回我们心爱的动物以及伙伴们。各位亲爱的嘉宾，请帮我们找找看，我们刚才掉落山谷的王子跑到哪里去了。现在他们要翻山越岭，越过小溪，越过小河，去寻找我们的王子喽。我们的动物们开始四处寻找王子，王子究竟去了哪里？森林里的动物们左看看右看看，还是没有看到王子的下落。于是动物们穿越山中的岩石，越过层层的高山，从高山中一跃而下，翻滚而下，坚定的决心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一定要找到王子的踪迹。